全能一飞废武狄小姐第401集。江子顺一愣，上前用脚小心踢了踢，任启轩你干嘛呢？他是叫他晚上不要去床上睡，他大中午的躺在地上干什么？任启轩悠悠地看了江子顺一眼，压低嘶哑的嗓音轻声道，午睡。江子生居高临下地看了任景轩一眼，心底勾起一丝不屑的冷笑，苦肉计吗？他才不会那么容易去上当呢。既然他愿意在冰凉的地上午睡，那就随他吧。江子生翻了个白眼儿，不再看任景轩，拿起汤婆子便走了出去。任景轩见他离开，眼中闪过一丝惊愕，出言者问道，江子生，你要去哪儿？